请同学们仔细看大屏幕，左边有五个小星星，右边有两个小星星。一个小学老师也教了九年书了，可能真的是比较热爱这一份事业吧，然后所以就自言自语的就开始上课了。当时看着也挺搞笑的，但是后来我自己看视频又看到我妈妈在后面旁边一直喊我，也觉得挺心酸的感觉。